天布置在自由之家的寿堂，喜气洋洋。蒋总统特别颁了茂林兴旺的绿绸，为这位党国元老祝寿。严副总统、行政院长蒋经国、监察院长于俊贤、司法院长易文亚、公安副秘书长郑燕芬等政府首长，跟中央民意代表好几百人，都曾经前往祝贺。丁委员是安徽合肥人，早年曾经追随国父参加草原等革命工作。他跟他的夫人今天都很高兴地在现场接待宾客。